黄焖排骨，今天用黄焖酱焖了一个黄焖排骨，里面有猪蹄也有排骨。好香！我的猪蹄，这是妈，幸亏没有掉，闻那猪蹄。这个酱是属于咸口哈。平时姐妹们跟娃娃焖个黄焖鸡块，好吃。喜欢的姐妹们可以看看啊，拜拜。香辣木瓜丝配粥，嘎嘣脆啊！姐妹们，这个酱味格的木瓜丝平时是19.9元发两瓶，一瓶300克，现在是双十二活动，16.9元到手两瓶啊，就是一单减3元，过了双十二也是就没有这个价格了，一瓶就有我这样一大盘。嘎嘎的脆，这个木瓜丝有长有短属于正常，因为切的时候有头子有尾嘛，不影响咱吃。平时熬个粥，配个木瓜丝，
咔咔碎，拜拜。陈叔，酸辣粉儿。纯正红薯粉，陈薯酸辣粉活动减两块。平时不知道吃啥，拿一桶出来泡一泡，美味又简单。